唔少人觉得以色列系一个危险嘅地方，但对佢嚟讲，经常往返以色列圣地就系佢嘅生活。呢个圣经无论新约旧约都喺呢度出世噶嘛，即系喺呢度佢写成噶嘛。所以我哋如果能够都有呢个第一手嘅接触咧，系会帮助我哋容易啲明白。人称李 Sir 嘅圣经学者李子忠，点样将圣地之旅变成圣经历史文化游学团呢？爱上传带大家去到以色列睇下。